啊，男好刀，的，男好刀，的。是的，完了，男刀锋。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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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碾碎他们。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 打过的吧？我觉得可以的，换换这把，我没有信心。我都开始正式比赛了，那我肯定要，不说100%吧，最起码得拿出来70%到80%的实力吧。当然，如果他能给我更大的压力，那最好，争取把我100%的实力逼出来。没压力啊，有啥压力啊？没有压力。而且表演赛嘛，我就随便打一下。这正式比赛了，我这不绝活都我掏也出随来便了。打的呀，就你随便玩的吗？我也随便打的。啊？没事，沾沾赢下去呗，换你换就也肯挺定加好油的。啊！这正式比赛了，我的那个人头数也跟我的那个成绩挂钩啊，肯定加油啊！是吧？我觉得我们就是我一如既往的相信啊，虽然才开始嘛。但是咱们这个4进30这个比赛，我觉得我先拿了一血。点都没有压力啊。对我们坏话来讲，一点都没有压力。那确实没压力啊。没有压力是吧？那我们就有信心。是被杀了。杀了呀！反杀，姐，反杀了。嗯。加油啊！我一条命开始打两条命了。换换要加油哦！这边怎中么单说了，呢，琪琪？他怎俩么说呢，琪琪？你第一局是怎么对我的？那我毕竟这个人还是懂感恩的，你就等着收人头吧，好吧？这好局的抛出来呀，的就是我上次的通报英雄，你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今天就浅浅的再让通报一次吧，好吧？这边加油，他杀了几个了？两个，还好。耽搁喽，姐，我六级之后，等下去游走。哎呀，六级之前也能游走。没机会啊。这样吧，姐姐、应该琴能姐，打。这把的话，我就这一局就拿100人头得了，一局嘛，就直接先拿下通报，好吧？OK 呀，OK 呀，用这句话姐就放心了。坏坏真的用这句话姐真的非常的荣幸，我就越想越开心。今天这个事儿我下越路想没越机开会心，抓你知呀！道吗？我有多期待！我在咱们表演赛的时候，我就老期待老期待了。我一直都在跟你说，哎呀你就选我吧，我那么恳求你，我的那个条件都踩了那么高，真的。你要这把能拿100个人头，那简直是我太有面儿了！我必须和跟其他的姐妹炫耀一下啊！她们也在带着打比赛，那我让她们等着，然后我拿个小喇叭，哎，我到处喊，都羡慕我，对不对？都羡慕我，那我我这简直练是我金，就有我这人是能不能懂做感恩到吧？的，那你能不能我做到？必须能啊！这不艰难难嘛，手拿把掐，稍微用一点点力，对吧？必然让你的虚荣心得到最大的满足。好，你必须让姐有面儿啊！那对姐的呀、啊。面子不能给姐当鞋垫子，你必须得给姐拿出实力来。撞上了，这是我的绝活啊！我绝活压箱底儿啊，一般不绝会活拿今的。天都给姐掏出来了，这么厉害！对啊，要的就是，哎，太让姐要放的就心是了，让你分包。太让姐放心了。旭瑞能杀吗？这波，哎，没事没事没事。
这他妈是辅助啊，我再受不了他了。加油！我六个了呀。这你妈是辅助啊！徐飞，你要等六级之后吗？徐飞，徐飞，应该得等六级吧？没关系，明天是能打过的。哎，好恶心。没关系。再说了，姐，就冲你给我存的单，我第一把就得拿绝活。那天就拿这英雄，没记错的话，一局也是杀了100多个，好像是，然后直接通报。我今天不仅让你见识沾光，李子也让你舒舒服服的收人头，数到手软，对吧？毕竟不像所有的姐姐都能有你有眼光。100个人头，我的天，我真的我都不敢想，老弟。不是，你今天这把给我拿100个人头啊！我真的，你再存，我再给你存点都没有问题，没有毛病，姐都能，姐都能消费得起。姐一点都什么意思啊？意思是你们意思是说我没眼光咯？嗯，没有人说你没眼光哦。花花我也没说过好一些呀，我只是花花 我也没说过你不好是不？只不过他一直站着你，我能怎么办？搞得我节奏有点差了。江河是我的人的，对吧？江河是我的人啊，一直站着你啊，我也没有说过你不好呀。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那个什么，我没有其他的意思啊。徐飞，加油！我怎么？哎呀，那你们也加油好了呀！别急，没事儿。我和能追。真的，我非常相信欢欢。现在可能前期节奏有点不是特别好。我有多么的相信欢欢呢？非常非常的相信。搞我！而且。再说一个事儿啊，姐，这毕竟也是我的比赛嘛，我肯定要尽力啊。对面前期不给我发育了，34进30啊，那我肯定不说能不能把100%实力逼出来，那我肯定是奔着赢去的呀。他到处乱走，他9个头啦。今天34进30这个比赛，咱们。姐，我前面可能节奏有点差，不过没事，我中期弥补一下。哎呦，失误了，要出事儿了。嗯。哎，他也死了，有点装了。没想到牛头交闪现，没想到牛头有闪现 ，Q 闪给我抵住塔里了。没闪，我就放闪现杀他了。他刚才越塔好像交了个闪。姐别叹气啊，这游戏还没结束呢，绝对不会让他通报，忍不了。应该没事的吧？没事。伤害不。加油喽！淡定点啊，雪露。不要这么焦虑嘛，现在才几个人头你就不淡定了，等一会儿不得红温气死啊。别太生气了，不要被气死哦。咱们就打嘛，我们看一看他俩到底谁更厉害，对不对？你看看你的眼光，我也看我的眼光了。哎，还行。哎呦，难受吗？什么叫这扯上跟眼光什么关系呢？不是你前面一直霸占着欢欢吗？我霸占着他也是因为他后来他选我了呀，他也不是没有。我感觉我追不死他，对不对？哎，我这个盾弓真难受啊！刚刚盾弓 CD 了，不然他死了。而且我没有叹气，我就是紧张，我手都出汗了。我自己的游戏我都没怎么看，我只在看你的英雄画面。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但是感觉对面怎么针对你啊，徐飞？不知道，这牛头老来，这个牛头和那个打野老来冲路，没看懂。
啊，对对对，菜就多练。你说老板都开始给你找借口了。再说这边怎么不针对我的，那还不是因为菜呀，菜就被针对呗。那他是人不亏，换了赚了，不亏的。哎呀雪露，你不要再给他找借口啦。哦呦，对面有点会玩了。哎呀，哎呀，我真的我快绷不住了。不是，为什么对面不针对我，只针对你呢？这是为什么呀？哎呦，叫什么呀？这么难叫？坏坏呀，我真的，你不会让姐失望的，对不对？你不知道我有多想推我有多想听同胞，嗯，对不对？你要是、哎、我操了，无处可藏。不是，咱说今天你能有多少人头，姐就能有多开心。Okay, 我有多开心？不是，咱说虚备，你就。哎，别把自己当盆菜了，行不行啊？我一个被通报的都没被针对，你真把自己当盆菜了？自己不看游戏啊？还是说我上把，还是说我上一把送完之后让你送出优越感了，让的有点太过分了，让你产生了一种错觉？不是，你不看游戏啊？你们看牛头在中呀？啊，看不到呀？对。那剑圣不也一直在你中路吗？俺人头都没了，搞笑。没事儿啦，哎呀，雪露，你不要太焦虑啊，你淡定一点，还是要淡定一点的哈。就是比较紧张、啊。虽然那个旭飞可能，打不过，也可能没有我们坏坏厉害，但是他，毕竟像你说的，也有过通报嘛。反正炼金真的能跑啊！七个，嗯，而且你说，旭飞，你说不是我不游走，我游走了抓不到人，我游走，游走的前提是能抓到人，抓不到人我游走，自己就等于说太大了，炸了，天也不住你，你懂我的意思吧？跟你老板认命得了，好吧？不是不游走，还好这比赛死了不用下路两个满血，下路两个放在平时的话，我们估摸你现在已经裸奔了，你到底是怎么进的34强啊？你看看给他之前遇到的队友，你看看给他装是得有多菜才能让你来到34进30这个地方啊？抛开事实不谈了，他活该活该，我这你看这两个人，反正我是只能说，就针对的好啊，针对的好。我今天我要薯片说到手软啊，而且这加油太菜了吧，我真的想让他们针对我呀，这样我能提前下班了，提前打卡下班，他们活不长，是吧？咱们就是能让我琪琪姐早早的听到我的播报，是吗？嗯，还数呢，雪露。六个喽，抓不到人。我跟你讲话了吗？你为什么老要过来跟我搭一嘴啊？我只是想和你说话而已啊，咱们这样干打多无聊嘛，对不对？咱们干打多无聊呀。我没有想跟你讲话呀。嗯，那我就不和你讲好咯，那我和我的坏坏讲咯。我从不妥协。哎呦，有个重伤，完了，炼金开泰有个重伤，我回不上来，还给我一个点燃，哎呦，离谱离谱。太棒了，坏坏，你要加油啊，坏坏，我真的很，哎，我真，你不知道我对你有多么的期待。
我心里有多么……那我肯定不能让你失望啊！我有多么的开心。哟，然后刚刚我实在没想到，这个炼金直接给我开了一个大招冲过来的，然后那边那个杰还给了我一个点火，直接回不上来血。去呗，这个牛头可以上。能走能走吗？能走吗？哎，没蓝了，没蓝了，得回家了，蓝没了。徐贝，你多努努力，徐贝，你会好起来了是不是？你告诉我，我有点自信。我起来了，花语起来了。现在能追了吗？能追啊。那我能追的，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认真一点了？怎么这么能装呢？你追上他吗？你追上他吗？坏坏，你真的很坏呀！怎么这么能装呢？不是，你看他说的嘛，他有装备了，对吧？那我就只能说，我稍微能。就是、你好坏啊！我好。哎呦，他给我人头 OK 了，但是问题不大。我又这里有两个。没关系。笑死！但是我这里有两个呀。加油啊花花，你就尽管杀就好了，你别那么坏了，我真的很想听你的通报啊，你就猛猛杀就好不好，好不好，你不要留情啊。行行行，爱你，我真的。那我就回家出个装备吧，出个不进提提速。你咋这么能装呢啊？啊，对对对，主要是因为没有实力呀。菜就多练，电子竞技菜是原罪呀。还差六个。没关系，一步就可以，没关系，没关系。哎，乖。我可以来收割了。能杀他们是给机会吗？能杀，还差六个。哎呦哎呦，这让我天上都下不来，是什么意思啊？你差一个，我也在哦。没事，我杀完了，我杀完了。哎呀，闪现来抢了一个，闪现啊！你看看我有没有闪现，我闪现抢的。我跟你说，姐，你花纹真的好厉害。我跟你说姐，其实我的目标从来都不是晋级什么的，我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进夏季赛的第一，那就是装逼。当我拿出这个英雄的时候，这把就没有任何的悬念，只是赢多赢少的问题。是吗？那就猛猛赢啊，你猛猛杀呀，坏坏，你就杀就完了，你就不用管了啊，你让姐开心，让姐笑。那必须的呀，姐挺你。我从不妥协。嗯，徐贝别死了，怎么一直在天上飞呀、啊？能杀他吗？啊、我真的……那我肯定能啊！我爱了，没有跟你讲话，真的好爱呀、啊！没血吗？没。那你先，那你先闭吧。没血了。打稳一点。很稳了，还差一点。姐，很稳了，前面确实被搞了几波，前面。但是我这把尽力打呗。我能相信你吗，徐贝？你必须，你只能相信我了呀。咱俩不是一对吗？加油！这对我也很重要，对你来说也同样很重要。我知道。
看来今天我们能进。我看一下，应该五杀了吧？哎，哎呦，你这抢的呀！欢欢加油啊！你别那个，别不要让了。我没有让啊，我刚直接要操作对面五个的，结果他直接过来给我 K 一个。厉害的呢，我真的好爱呀！他们活不长了，不像那些人是吧？你也加油啊，去呗！你拿出你的实力来，不要让你的姐姐伤心嘛。你放心，肯定不会让我姐伤心的，懂不懂？你也不要让你的姐姐在那里默默的数着，一个、两个、三个，差四个，差五个。啊，徐白，你可以，我觉得能把后面那个轮子抹上，他们上吗？先走吧，换换，你看着时机哦。对，我在看。啊，好杀，好杀！啊，可以啊，没事没事，反差可以。嗯，两下。我天！你虽然有点狼，我怕他 K 我头，你知道吧？我真怕他 K 我头，我都第一时间没敢上，我怕公里，我怕他直接把我人头 K 了。哇，我真的，刚才真的很厉害啊！我觉得很厉害了，已经就很厉害，还好，我真其实我也挺庆幸你选我的，还好。还好呀，对吧？你选我。对于我们而言，但这把来说对我有利，因为我有个狂妄，还有个黑暗收割，他感觉打到后面应该没有我伤害高。讲道理，他虽然说现在也神装了，但我觉得他后期应该伤害没我高。讲真的，姐妹没有办法喽。哎呀，钓鱼呀、啊，就是要放鱼饵。操作了。你给不起那个价格，哎，你怎么又 K 我 ADC 是真好拿头，真的，手这么长都不需要技能。我没说怎么样，平 A 都能拿头。不是，你怎么抢我的五杀呢？这 ADC 真好拿头，真的。没关系了，太超模了。算了，五杀。没关系了，我们大度一些，猛大度一些。等一波。就大度一点吧，确实大度一点。他们要复活了。你下一波在哪？你下一波一定能拿到，对不对？谁来 K？ 是被你装备还差多少？山庄了，快山庄了。啊，那我要不要把我这四千多块借给你啊？我都不知道该出什么了。坏坏，你真的有点坏呀。哎，姐妹，虽然我现在还是赢的，但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这样你要是不给选手一些压力啊，就是不会拿人头的。当然，他不拿人头更好啊，对不？这两个人能不能回去一个呀？拉扯我！哎呦，被拉扯坏了。哎呦，去杯啊！哎呀，姐姐，这个姐姐不缺的，就是让她输，怎么说呢？让她多输点给你不也挺好吗？是吗？这姐姐不缺的呀。对呀。毫无意义。没事。而且你看现在续杯多舒服啊，都这样了，老板都不好意思骂他，是吗？我跟你讲啊，坏了呀。那感情好啊，正好让他把我在你这存单给我报销了耶，对不对啊？然后我再在你存点行不行？我再存一点啊。续航没他强了，不要回家了。这一波
又没血了，死了。没有续航，打完一套就得回家避一下。不是，我跟你说啊，姐，我感觉对面的姐姐是，害怕骂她的话，她一会儿续备直接退赛了。这样的话，姐姐输的太多了，就比现在还要多。我天哪，我小坏坏，你简直太聪明了，我也这样觉得。我觉得有的时候为啥就是大家能走到一块儿，简直是咱俩的缘分。就咱俩的时候想法都是很相像的，对不对？确实，我们非常相像啊。又没血了，是一样，又没血了，怎么这么好烦？你回家，你只是想回家吧？好烦，没有续航，好恶心。实在不行，抽个狂徒吧。哎，我跟你说啊，姐妹，我看男人方面啊，就是看男人基本上不是很好，但是啊，我就在选队友这方面，我从来没错过，我就真就没输过，对吧？比如是啊，你多厉害啊！你先选坏坏，简直是，我真的，你都，哎，你不理解我现在这种激动的心情，知道吗？我现在都想，呸，一杯两杯三杯。这怎么又给我 K 了呀？哎，没人。我是一个、两个、三个，这么多的人头，能没事，会好起来的。会好起来的哦，徐北加油哦！加油，姐妹也不要太焦虑嘛，对吧？他们活不长了。坏话我跟你讲啊，哟，有人来了，大胆放心的干就完事儿了，也信你。32个，差5个头。耶。没事，7个头，3个头，5个头，啊！哎，琪琪姐，你说，我现在37个，还差63个，但是对面现在人不出来了呀，人不出来，我领先这么多，那我就等等，哎，来了，刚说完，哎呦，天哪，给我 K 了。啊，被他 K 俩，太难受了。差这么多啊！现在还领先4个。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哎，姐妹，你怎么在泉水待着不动啊？你出来给对面送点啊，不然我这陪玩杀的都对面都要投降了，那多没意思呀！我宝宝都给对面干投降了。哎呀，快出来吧，别不开心了。哎呀，我看你这个样子，我特别爽啊，真的。6个喽，完成，我算一下啊，完成相当于1/3了。是吗？不是吗？对啊。怎么了？叫我干什么？着急。我在呢。可以不用跟我说话。哎呦。哎呀，你不要在那待着嘛！你在那待着，我简直这游戏玩的都没有那么爽了呀，对不？来呀，小诺克，玩一玩。对你得来呀，你不来我怎么杀你呢？我怎么能够尽快的达到通报呢？那怎么还？不要妨碍我！快吧，哎呀！哎，这个你们为什么背我啊？他不让我拿人头啊！还有蒙奇奇，我在我好烦，我只是想静静在泉水看续杯操作，没问题吧？管你屁事啊！
为什么要来跟我讲话呀？不是跟你说过了不要跟我讲话吗？sorry 呀。我操，这牛头伤害这么高。哎呦，这牛是 AP 的呀。为什么好，有什么好 sorry 的？那我就不和你说了。这个牛吓我一跳。才领先五个呀。我操。不是姐姐。我操。你也别太难受了。虚背吧，他现在可能就已经就是怎么说满头大汗了。一会儿小心他那个汗水顺着你的眼睛里流。我操，这个炼金跑得也太快了。加倍了。水不消失，三十九个还差三个头。哎，对，慢慢追吧。转移到了我的脸上。不是，徐斌怎么不说话了呢？是不爱说话吗？兄弟们，我先追一追啊，先让他叫一会儿，让他叫一会儿。淡定点儿啊，姐妹，姐妹不是，咱不聊得很好吗？你这把怎么沉默了呢？老猫上网吗？前面不是聊得好好的吗？哎，这怎么突然就沉默了？那个学姐，你玩的是猫咪吗？对。那你怎么不，咱俩可以合体啊，这么好的机会咱俩不合体吗？哎呀，一个人打不过就要上两个人。你不行不行，推了吧，我怎么投降、哦、别我还没赢够呢，你干嘛？哦，你玩的猫是吧？我还要通报呢，姐姐你玩的啥呢？我还没赢够呢，你不能，我这还要通报呢。不是，啊！我就说吧，你看我的猫是吧？你看我们坏坏，需要我挂在他的身上吗？需要我跟在他的屁后吗？因为他比较菜嘛，他肯定得需要一下呀。讲话怎么别这么难听？定啊！又有人不能难以入睡喽，难以入睡喽。我差三个头是不是？差四个喽！哎呦，吓我一跳，那给我背进去了，还好我出来了。你都不知道我多开心啊，我怎么形容啊？哎呀，我怎么形容啊？哎呦，哎，好呗，这个人他太爱我了。徐威，哎呦，你觉得哎呦呦呦，被让他来得及，喝了一下。没事，等我一下，等你吗？等我一下，行，那等你吗？我觉得黄花菜都凉了，刚刚你快起飞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考题。哎呀，都怪我了，我只在焦虑了。哎呀，我靠，没有动吗？哎，不是，早点，上次好像就是因为结束太快了吧，让那个什么叫什么刺的先被通报。我这把发育这么好，我感觉希望特别大拿通报，因为现在已经一半了嘛。对呀、啊，我相信啊，我在偷偷的开心啊，我的小坏坏呀、啊！不用偷偷的开心啊，我们直接大声的哈哈哈！不行，我怕我大声的哈哈哈会有人汗液从眼睛里流出来呀、啊！还差两个，那可怎么办？能走吗？哇哦，两个人怎么走了？哎，我操！哎呦，马头按出来，第二马头按出来，感觉可以杀一个，可惜了。
铁狼喊那个样子、啊。哎呦，复活甲呀，有用吗？没什么用啊。来喽，十个。能打能打，可以打的。我们对面那个谁呢？对面人妈呢？难道感觉全庆祝？续航不是特别强。你开局的时候是说这个英雄是你的绝活是不是？啊，我还没赢过、啊哎。不是什么情况？你这一把你就选一个那个前中期英雄，我们争取就早早的飞机不行，因为沙弥拉他是刷完 S 评分，他可以开大的 A O E 的，好吗？如果他玩那个上一把什么尼拉这种，我就想玩个近，懂吗？没问题，加加油啊，没问题。但这把沙弥拉我觉得玩个 A O E 的没毛病，看谁爆发高呗，就看谁伤害高嘛。坏坏。碾碎他，姐放心，放心。我非常喜欢。我相信你六个头补一下还是能补上的。我把那个六个头追上来呗，行吗？嗯，好。加油吧！我希望。哎，你们都各自拿出各自的。我在玩，我在想玩。你们说玩穿甲流还暴击流？你俩要是进不去的话，不挺那什么的吗？玩暴击流吧，暴击流。那必须得穿甲流。那这样吧，琪琪姐，我这把就再迅速一点，好吧？这把你迅速不了。早一点通报。对，可以啊，早一点通报。还想通报？那必须的呀。我们快一点，然后早一点，我就能早一点看到通报，早一点数到人头，对吧？旭贝，你这把玩的什么英雄啊？中单女枪。中单女枪吗？很厉害。我要开杀了。拿几个头吧。很厉害。不行，别想扛的有点多。这塔姆还是有点肉啊。坏坏，你玩的什么？上单沙弥拉。讲道理，这塔姆确实还是蛮肉的。你把人头多追一点，我觉得对你自己来说也挺重要的吧。然后我如果你把人头追的多一点，吃回去，然后再往前追一点。嗯，我可以，额外给你。哎，这男枪干啥呢？这男枪，啊什么的，男枪一级就已经给我送上了，我都没说话呢。男枪干嘛呢？哎呦，哎呦，好炮车，炮车我爱你。这男枪干啥呀？没看懂。男枪在帮你抓人呢。对呀、啊。蓝没了，没蓝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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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出个眼泪吗？你这个英雄。不出眼泪。我有气定神闲，不需要眼泪。对，杀了人是能回血的那个吗？对。哦，回蓝、啊。来来来，继续开干。对，目前是一个。接着啥？早点拿通报，让旭杯，对吧？明白明白。我跟他具体的差距，嗯，笑了。旭贝，哎，不这样，旭贝，你这样，你这把把人头笔追回来，然后你要是超的多的话，我可以
满足你一个比较小的要求，行吧？好了，给我来下了。你自己也打比赛，张佳云，好，没啥机会。你来，我在。来不了。我可以帮你一下。姐来不了，三个对面三个撞，我来了。姐我来了。别，姐我走了。姐我又来了。姐我又走了。上不了啊。你话怎么这么多啊？那个坏坏。你他名字不就是坏坏吗？他多坏、啊。我在跟琴琴姐说啊。我杀喽。对呀。太坏了。你也没有超很多头吧？你们两个有必要这样子吗？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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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坏了。徐飞，你等会儿要是来下路，只觉得你开心呢、啊。我就慢一点，然后我在那里。我来了。这不要来吗？来了。行。这一波是真来了，这一波对面这个头我是真拿了。我可以勾引他们一下。好勾引。我给你放个。哎、没事，他已经死了。这里还有一个。哎呀，你俩齐心。他竟然去。换下路了。哎，本来我想去下路拿这两个人头的，结果他去了，那我就去中路吧，杀个狐狸吧。哎呦，这狐狸溜了。你回去了吗？哎，你要是能打的话，就不能伤害一个。这个必须能杀的姐。可以，这还有一个，我们能打这个。减速的有没有？姐，他又死了。我也杀了。有，我把你减速他。哎呦，这是要追回来了吗？漂亮。这里还有一个，这里还有一个。还来吗？还有吗？没了。坏坏，你加油啊，坏坏。这杀不了。算了吧。嗯，坏坏不要被超过了。姐还好，不会的，我们也三个吧。持平。对，持平了。持平。加油。就是这样子，就是徐北，我们反超的越多，我答应你的奖励。哎，姐不用。真烦。奖励这个东西，姐我这边的话，上一把都给你输了，我还要什么奖励呢？姐先打着吧。这个到时候再说吧。没事，只要你打得好，该有的还有。再说吧。你不，而且毕竟34强高手。这个吞。你不仅是为了给我拿人头，你也是为了给自己晋级，是吗？啊，然后额外我再给你，我觉得。我又杀了。你最棒啦！多加油，我觉得可以。那么棒啊！你要是能把那个中路狐狸杀了，我们下路这边还能不能杀掉？不好杀，差一点点哦。那 Q 没弹到 ，Q 弹到他就死了，然后你就追回来了，没蓝了。哎呦，贴脸给大吗？啊，可以，徐贝。要不这样吧，徐贝，就是你一局，我给你点个200以内的吧，外卖行吗？给你一点动力，简简单单，也不是别的，你也不用说不好意思，行吗？徐贝，不用，暂时还是可以，没关系，我主要是觉得上一局我也比较担忧，然后那个你送就行了，送其他就不用说了。没事，你送就行了。好，我调整一下心态吧。我觉得上把是我心态不是很好，上那边比较担忧吧，心态。给你送就行了，没事。我这英雄打团很厉害。我总是新手。好。打团非常强。飞剑。嗯，很强。我们都不要。杨帆，能把那个？去下去。坏坏，你简直是！我给你现在已经小心，你是我的神了。我给你多出一点辅助装，后面我保护你一下。来喽，姐，我来喽！我操！啥？我也来了。一起来下路，没事。两个人还能打吗？我马上到，你等我一下。能打。
这，没事没事，走走，我给你加。加速吗？有加速吗？啊、我没选 W。坏坏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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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真的人头还差两个，一个人顶天立地呀、啊，坏坏。他断，我给你他断。OK， 回家。发育，我发育还可以。发育一个人在顶天立地。发育还可以的。嗯，发育还可以。你是我的顶梁柱。你确定能把到我吗，召唤师？先出穿甲，后面再换暴击，不急。先出个穿甲，不要慌啊，不要慌。我的顶梁柱，不少钱，装备没差太多。他都已经加油了呀，我觉得差距现在继续去下，哎，没大去下啊，不对，不是我。差距确实很小，但是我要认真了。可以。嗯，咱就说我这个战绩、啊、对吧？干他那不简简单单吗？站住了。是我们？这不就超了吗？那太简单了。也只超了一步呀。随时就超。加油加油吧，加油吧。我老，我想超他，随时。徐贝来下路，有两个徐贝来了，没关系，我给你套盾，你稍微等我一下，血不多。来，哎，他们好像找到你了，我操，徐贝可以，来，吃线，我给你套盾，你吃线。坏坏，这还有一波徐贝，没事没事没事，我们现在超一波。没事，琴姐不用急，你就看我怎么杀的就完事了呀。好，外婆，我看你操作啊。那必须的呀，我你还不放心吧？外婆加油啊！你有一双摄人心魄的眼睛，看好这个狐狸，找到机会直接秒他。哎呦，还有大招啊！啊，不能有他呀、啊！不是你，你他喵的给我跳舞是吧？那你就死吧，没事没事，那就不要回去了，我们还有机会的。我知道没事，上路再杀一波。我觉得我这个果子去上路别杀。坏坏，我可在你那存了50单啊！你要是这把能，你俩现在持平，你要是能再多超一点，哦、你至少帅帅，哎，你至少超一倍吧。你超是我来了，好吧，不是，再给你存一点，好吧？交闪了，没办法，这一倍嘛、就单单一倍，你太小瞧我了吧，姐姐？不交闪都得死，是吗？我现在不敢说太多呀，我有点心慌。不是，我来了，我你都要心慌吗？你来，啊、哦，没事。等一下，到后面我就帮你，我就一直帮着你，我跟着你就好。你好好干，不用帮姐，不用帮，我自己来，没事。OK， 没问题啊。你超一个了，你超一个了，我超两个啊，超一个啊，对。坏坏，你加油啊！不要拉后了，你拿出你的实力来，我非常相信你啊。但我现在你捏的，我来了徐贝，来了徐贝，相信你。后面还有一个，没事，你送你送，没事，不用管我，不用管我，放心，不用管我，好，有我在，你放心。有我在，没有意外。好，有你这句话。哦，可以，可以，哦，可以。哦，差一点，他有大，没办法。可惜了。没事，我们现在超三个了，再补三个，我们就没有他跑得快。再超三个，我们的比分就回来了。哎呦，可惜没超到哟，没超两哦。切，不用慌。这次不是比你高吗？上一把是英雄选错了，上一把。啊，对，我绝活难道上把英雄不太适合打对面那个阵容，所以说那也打得点慢。打的呀，你的绝活是我让你拿的吗？嗯，别急，这一把英雄没选错，等着啊。啊，好，我等着看。加油，是白加油！
是吗？坏坏啊，坏坏啊，啊你要赶上他呀，你已经被他拉后两个了。这感觉暴击的有点那个34-30，你要这样的话，我看起来。嗯，有一丢丢哦，一个大能少死吗？可以，必须能少死，又超三个了。这无非就是他现在对吸你了。对啊，他只不过是因为他那个 W 大步流星移速比我快吧？嗯，对呀、啊。有的时候他减身头太快了，移速比我快，那没办法呀。不过小问题啊。你也那个加加油吧。你别太懈怠了，不会的，放心吧。那汤姆在干什么、哎？汤姆你在干什么？真的有两个，现在还差两个是吧？三个，三个人，要不你先别打了。怎么差四个了？坏坏，坏坏，你别让我太担心。哦我要加油！嗯，杀不了，打不了，被大了。那就我来吧，那就我来吧。没事没事没。嗯，还是有。这边只差四个了，加油吧。我们还差，你只反正只差三个人他就过来了，可以可以，没关系。哎呀，我们已经落后三个啦，我们要。上马不是落后六个吗？这我们目前还落后三个。你别急呀。对对对对对。再搞三个回来，我们就打回来了。对，姐，你送你送，没事。等下我跟他这么杀的话，对面到时候很快就点了。好好好，对，送就行了。我直接就是上去就是送，上去就是送，给你多一点发挥余地，好吧？对你送就玩了。而且琪琪姐，其实你真没必要慌，我杀米拉这种英雄。相比起来你相对来说肯定是后期要比他猛的呀，而且我这把是绝对要比他先到100个人头。好，我相信你，我觉得我应该不会看错人啊。我觉得我那怎么能看错呢？应该不会看错的呀，我之前不是说自己很厉害吗？现在不是落后了、难受。我五个了是呗，我们多他五个头了。你才五个，他才一个。我就把话撂这儿啊，琪琪姐，我就把话放这儿。要是我不比他先拿到100个人头，我的名字倒过来写，你名字倒过来写不也叫坏坏吗？我笑坏了。我说的是我的真名。他是在画大饼吗，徐飞？不知道。你终于舍得说话了呀。我以为你不爱说话呢，原来是刚刚自闭呀、啊哎！别装逼啊、哎！刚刚只是心态不好，有什么好装的？换换没关系，再加加油吧。没加油，他没大了，寒冰这个寒冰没大了。我们换换是可以的啊，我们换换很棒啊。啊！我说说，只不过就是前期我没他跑得快而已。那狐狸在哪里死的？被我大招一下就杀了，我大又好了。他怎么在这里啊？李雪清，这牛掰啊！我操，五个了，又追回五个了。坏坏要加油了，坏坏。姐得送，不送的话杀不了几个。我这一个，你要知道，琪琪姐，我这一个，兵线我都不想清。这怎么说呢？一个后期英雄，没事，这个兵线进去，对吧？这边就拿下了，不用急呀，还不出来了。我目前现在还不是很急啊，我现在也不是很担心，但是我唯一就是有点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34-30这个啊，如果你就目前这种情况继续往下打的话，你有点那样小危险。嗯，哇，又下了去呗，还是要加油一点。我们现在已经持平了，要上了，找个机会直接就上了。你要找到机会啊！哎呀，啊，这不机会就来了吗？机会早被他吃了，没关系，给他呗，没事。哎呀，没关系，刚刚本来正好回家买个西西，
嗯，刚刚我们本来已经追到六个头了。我犹豫了，刚才我没有闪现，加油！我这个棋子，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能追回来。你当然没闪现了，你为了 K 我狐狸那个人头交的闪，你忘记了？嗯。动的是人头啊，所以你的闪现 K 了我的人头，你觉得你还能再 K 到我这两个人头吗？噔噔噔噔噔，什么叫做 K 呢？你现在不是落后他了吗？徐贝加油！是落后三个吗？没关系的，我相信他可以。你是三个，你上把是三个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只是落后三个？啊、哦！我可以哦，徐贝，我四杀，我的发还有一个呢，我们能拿五杀吗，徐贝？还有一个不知道，不知道，找不到啊！找到了，找到了，能连上吗？能连上吗？我来救你，我来救你。好，大我去。我要准备动手了，伤不了，哎、伤害不够。没事，有点弱，有点坏哦。不是，他上把拿我的五杀，那我能让他们拿五杀吗？那不可能的呀。没关系。四个。哎真不错呀，六个已经到了，我们又差到六个了，再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们直接就到了。欢迎欢迎啊，我在你这囤那么多单，我就是看在你以前老被同胞的份上，这把得让他追我了。你得不用让他追我们，不用让他追我们，我们直接上。你不放心我吗？你得，我不是不放心你，我就很、啊、哎呀，我杀了，我要动手，我。哎呦，他这个大31个，七个，八个了，是呗？八个了。嗯。那些零星八个了，是呗？嗯。别急，少了。你也得怎么努力了？我九啊，差一点，没事。我还是七个，刚刚跟一跟。哎呦，刚刚他在开大，我先不过去就好了。我过去直接把人给他打了。你不过来，我五杀了，你过不过来的。哎呦，笑死！你抓点紧，把那个你抓点紧，把人头给追回来。差了，现在已经差了这么多了。现在就不用回家了。放心，我们现在已经属于落后了。一切有我的，放心。我们追回八个。我现在还怎么放心啊？现在已经落后了。落后了两个了，我存五十单，你再让我搭几单，对吗？那能让你搭吗？那不能让你搭呀。你不能让我搭，你就快点往回追呀。嗯。漫天飞雨。哎呦，他们抢这大招啊！五杀！五杀了我！是屁呀！五杀了！哇塞，五杀太牛掰了，先翻倍吧，先翻个一倍吧、哎、给他基数算一算，24 12 12翻倍，24个这么多啊。上把英雄选错了，上一把可以，你怎么让他拿五杀呀？姐不要清线，别清线，没必要清。我上高地了。哦，虐拳了。让咱单纯拿五杀吗？哦，他上高地。现在差这么多了，现在已经差这么多了，你紧张起来呀！我再紧张。没事，等对面出来给对面送。没事。缺个饮水。好。好，给他送。你杀了他。必须能杀的，哇帅！必须能杀的，姐，必须的。十个，我不动中路兵线了，算了，这中路兵线又在推塔。怎么能让他拿五十？不动，不是，我刚刚真在家正好买装备去了，让他白白捡了一个五杀。那叫白白捡的吗？然后你没出来。哎，太难受了！我刚刚人头去了，我刚刚那个饮水剑没出来，没吸上来血，然后着急操作就失误了一下，多扛了一下防御塔，让他直接被防御塔打死的。他妈的防御塔打了我这么两滴血，我真烦。
我的饮水券差100块钱，我把饮水券做出来我就赌钱去了。你看啊，你看现在差多少了，你自己看，这是多少啊。加油，旭贝把他杀了，必须的。我好凶啊，快来炫炫炫，这多少了，我问问你，我请问呢，坏坏，你别让我这么出来了，担心这么着，饮水券出来了，41减27，14个了，是呗，14个了，还要乘以2，乘以2，28个。你很爱算数是吗？你很爱算数是吗？28是很爱算数，我一瞬间出来了，我一瞬间出来了。我爱算数啊，我肯定爱算数的呀。不用回家，我要去找人杀了。我都不需要回家。你快一点吧，你快一点好吧。对，我要找人杀了，我要找人杀了。没剩几个塔了。我都不需要回家了，我刚才发现。啊，是被中路别让他拿了。我知道，我知道。我想直接哭哭拿。他虐拳我也虐了，没事。你快一点。大锤厉害呗，你要喜欢虐拳。给你击个拳。他应该要没了。是的。没事，我再跟着他。你再拿一个。五个回来了啊啊！是不是？没事没事，抢到了。他赌泉水杀了，那我也赌泉水杀了。你也赌泉水杀呗，你手这么长。我寻思赌泉水杀对面，等下点了，好吗？他着急了呗，这不是着急了？那个坏坏。帅，旭飞好，真的帅！啊，再按一下，哦，我旭飞帅，旭飞好厉害呀、啊！哦哦，差一点，太肉了，没办法，这个太塔姆太肉了，他不出来，不然我们又五杀了。哎，他要动，他要钻，我也钻，看着点。啊，我操！他把这个能不能接五杀呀？我想，哦，完了，他太肉了。我换套装备，没事儿。换套装备。谢谢你，西贝，你赢他这么多了都。我换装备了。我怎么谢谢你呢？哎呦，上局输的都赢回来了，我该怎么谢谢你呢，西贝？姐，等一下，暂时不用谢。等一下，我换套装备。机会来了，姐，我应该可以拿到第二个五杀。好，谢谢你啊，比赛谢你。没有100%暴击啊！把第二五杀给你。哎，他死了，姐，他死了。哎呦，海边这个大，我计划没跑，我计划差0.6秒。没事，没事，这一波机会很大。嗯。哎，我真想给你个大的。他先复活，有五个人在中路，说不定你可以直接拿个五杀，我也马上到了。我马上到了，我们还能拿个五杀。我来了，姐，机会很大，这一波机会非常大。啊，就把刚刚那个补回来，马上，我马上到。我给你套盾，我输。怎么这么厉害啊？我给你给个大补，不用回家了。不用回了。哦，是不是太厉害了？怪不得我他妈当时选你吧，我就冲你的通报选的。我现在不仅听不到通报，我现在能看到什么？我什么也看不到。首战告捷，旗开得胜，特此通报跨越选手，最先拿到100个人头的小目标。你没拿到通报，坏坏，你没拿到。不是，这跨越是哪来的？不是 A 组的吧？这是 B 组的呀。首战告捷，旗开得胜，特此通报跨越选手，最先拿到100个人头的小目标。为什么会有人比我快呢？坏坏，你干什么吃的？你干什么吃的？我问你。首战告捷。今天怎么回事？状态不好吗？你今天不在状态吗？选手最先拿到100个人头的小目标。我刚刚着急了，计划没好。你今天怎么了？你刚才那波有问题吧？你刚才那波是不是有问题呀、啊？对呀、啊，刚刚那波确实有问题啊，五杀的呀。我结果我自己身上选你的时候我。我真的冲你通报选的，又给我 K 了啊！哼，哇，着急了！你他妈到底干什么吃的、啊？姐送就行了，其他不用管，其他交给我这一把。好，旭飞、这个，
他俩人头被他捡的。是被你这英雄选的好呀，救于水火之中，我瞬间就爱了。他有点着急了，现在。太厉害了，哈哈。我这一把比他多一个五杀，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是翻倍的。对啊，就是等于说他的翻倍没有我们的有吗？我看一下。嗯，想来来，哎呦，56减33等于23，23乘以2，我操，46个，我的妈呀！叫啥？坏坏，能不能给上给他们的压力？哎呦，他们给自己上的压力啊！给他死了，他有点急了，现在。我再上，我刚刚着急了，他有闪。别急啊！你今天怎么了？是坏坏，你今天状态不对吗？你今天怎么了？没有，那波着急了，然后刚刚那个月塔，哦，有点着急，操作变形了。今天状态有问题啊？怎么回事？啊，不对，不能这么算，我要算一下，56。你以前是这样的吗？乘以二，再乘以二，224减66。你好啊，你好啊，算了。你上辈子是个算盘是吗？哎，那我们这样子算起来，哎，如果是这样子算的话，应该是翻两倍。我们这就等于说乘一再乘一，乘二再乘二了，那应该就是五十九啦。来，你在干嘛？哎，没事。来，坏坏，你在干嘛？哎呦，我来了。哦，又超了27个了。哎、没爆四杀，爆四杀我就要运全了。上一点。嗯，这样做的感觉。姐别急呢，现在还没到，现在人头还不是最终的呢，这一把还不一定呢。哎，不是最终，你现在说人家已经差一半了。嗯，我们这把能拿100个吗？你知道一半？我知道。你知道我要损失多少吗？我现在要你知道我要输多少吗？我上把才赢6个。你这把让我输30多个，你在干嘛？我问你啊！五十加油啊！差一点吗？有闪，他闪现了。你在干嘛呀？他只有这一个闪现了。天，行，他下一波没闪了，没事。我现在在开始杀，我现在在开始杀。行，开始杀，加油吧！60减36，今天都不想清了。25个，我全部清楚了，反正有好多个了。这边我们这边是拿到100个，整个通报，那多牛逼呀！没事儿，通。我觉得按道理算就是现在25个，因为我们是两个五杀嘛。如果按道理算的话，是应该是25乘以2，然后是50再乘以2，就是100，就是不对。61乘以2等于122，然后再乘以二。算了，算了，算的我脑瓜子疼。啊，44，然后他那是244。我要杀了。26乘以2，52，244减。哎呦！怎么了？哎呀，我得让你啊！哎呀，好了，又上来推我，我得让你推。那我们现在等于说100多，快200个了，是呗？好了，你能不能不要再算了？怎么啦？游戏还没有结束啊！游戏还没有结束，你烦不烦啊？你这怎么？他回家，我吸口血。没问题。好，你去打野怪吸口血吧。真的没完没了的 K， 没完没了的 K， 我真吐了。打不过就是我们是不是贴头？什么鬼啊？你不是要通报吗？怎么这一把打我没通报呀？怎么还差点被我反？这把还被我反超了。我们就会有通告了。对面怎么这个塔都快没了？对面。哎，我天哪！我来杀了。对面塔都快没了。你对。哎，我真的烦。3乘以3，189，39乘以2，78。哎，你不要再算了呀。78，我们怎么算都有快100个过程了。
你这个蛤蟆好烦，这蛤蟆太肉了，你觉得吗？没关系，60-25个60，你确实比我遇之前遇到的选手实力强一点，但是西贝我告诉你啊，哦，这只能说你这把是侥幸，知道了吧？哦、这把侥幸，哼。哦，什么叫侥幸？他侥幸赢你这么多，你上把只赢我们六个，你都一直在那里骂我们。得让他们清线呀、啊，不清线一波了。我要不是因为那一波的清化没好，我真的得让他们清线呀、啊。嗯，你能不能给自己点压力啊？画会能不能给自己点压力啊？你看现在大多数都是二十五个，看他这种英雄，我他妈的指定不带用这个的。你自己，我先出的呀，我出完之后你到底行不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你能不能行？我问你，你今天能不能行了？你这样，你我自己有点汗流浃背了呀！啊，大哥，你能不能行？没事儿，不抱团吗？对面，很烦。别动兵线，哎，你直接下。哦，他要动你了，他觉得他很肉吧？哦，可以这个大招，啊、哦，他把你吞了，我掉。哎，能吸，他有反甲、哎。我能吸血。哎，我这个一，我得出个破败了，我得出个破败。嗯。我这个移速太尴尬了呀，西贝太厉害了吧，西贝你知道吗，就在你前面杀了三十多个时候，你给自己上的强度也换回来，你就在想你是不是我的救世，我在上，我在上，我在疯狂的找机会，你给自己上的强度不行吗？我在疯狂的找机会，让他们清线吧、啊、这没拿到，好巧，七后面那高地，后面那就有人，那为什么？你我再去，我再去啊！你吸满了，我把血吸满了。天哪，你看看差了多少了啊！不要动，你看看差多少？哎，你相信我就好了。我这边你差了高地差了多少？我还有我大呢。我真的相信我就好了。哟、破防了，破防了！我这应该没了吧？我操，什么伤害呀、啊？魔毒翻！啊，我们还差三十个。我们现在赢多少个了？没事，让他们破我们高地，没事。花了多少？啊，我都不带回，花了多少？不回家了，真的。29个。没事。你看姐，我去出这个装备，我都不用回家了。好吧。我相信你，我又能相信你啊啊！我。怎么了？你不要卖他拿了多少，我让他吐出来多少。我脑瓜都要爆炸了啊！你能不能给自己一点压力了啊？嗯。不亲，冰心。你在干嘛？冰心，我让他吐出来。你能理解我现在的心情吗？我花了多少元子啊？我给你存了多少单？我在你存了多少单？我对你有付出了多少、嗯、你骗人又骗心的你、啊、我的心都碎了，坏坏，你真的，你理解理解我行不？你给自个儿点压力吧，我感觉我给你压力够大了，是不？相信我，能不能给自己点压力了？我再杀。哎呀你一个通报的选手，你打不过虚杯，你这不活假了，对面你三四进三十你怎么进呢？我问你，你怎么进呢、啊、沙弥拉这英雄这么变态，你快点吧，你还有机会吗？我已经在杀，没有多少机会了，你真的，你放他们出来，不放他出来怎么杀？你怎么追哦？死吧你，没兵线了，蛤蟆舔死他，蛤蟆舔死他，他们加油，他们加油！这个蛤蟆，别出泉水！哎，漂亮！给他出泉水！开火！蛤蟆！我操！老子上局就赢了那么一点儿，你这局让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呀、啊！三杀啊，不亏！你信我行吗？这个蛤蟆我操，之后出泉水了，我惩罚！叫你虐拳啊！不让他们出来！你放心、啊，他出多少，我让他吐出来多少！啊，我天哪，你他妈不寻思寻思吗？徐飞，徐飞，徐飞，你他妈不寻思寻思吗？
我们只差25个，他吃多少我让他吃多少。25个我们就有通报了。你看你现在差多少了，你看25个怎么，你他妈看看，你他妈看看现在差多少了，我帮你算。你晚上你让我付出多大的代价呀？现在只差30个，然后再加上我们的50，我拿两个50，我跟你在这玩呢，我啊，快我跟你在这玩呢。啊，不是，我这让这蛤蟆恶心闹了，你知道吗？给我吞的吐进去了。30乘以，我不知道到底是一倍一倍的往上冲，还是你自己看差了多少了，行吗？我血又满了，我操，舒服。差了多少了？你这让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怎么他妈的说你啊？我他妈那么多钱跟你玩？那只是一把，这只是一把而已，没事儿。一把我给你拉满，你信不信？一把。你上班只让我，哎呦，你这把你让我付出多大的代价？别再算了，你别再算了，行吗？你上辈子是个算他吗你？啊，你这辈子拖成那计算机，你干嘛呢？蛤蟆很烦呢。一百，我按最少的算，我们都现在还赢了141个头。啊，西贝，你有什么想吃的外卖吗？西贝，我没有，没有，谢谢你，没想吃的外卖。你一个通报选手，你想让通，你想让西贝踩在你的头上被通报拿吗？拿吗？拿200个吗？你他妈还要不要脸呢？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他能从我头上摘走200个吗？我这一晚上帮你拿那么多，我他妈脸往哪儿搁呀？ 我他摘不到，你他妈让我往脸往哪儿搁呀？他摘不到，你放心好吧。你这么清线，你追不上的，懂不懂？卡位了，操！漂亮，对面伤害也起来了，漂亮，不亏。你他妈在做什么呀？你在干什么？我问你，你在干什么？你和他已经整整差着面上差30个了，你知道这算起来得有多少个吗？不止30，有30多，但是刚刚是因为续杯没了。你这都算起来都多少吗？你他妈让我损失这么，你让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呀？啊！我他妈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跟你玩，我在跟你玩吗？我在跟你开玩笑吗？公里圆胡磊，我让他吐出来，你放心好吗？让他吐啊！你倒是能让他吐算呢。你看现在差多少？我现在就是因为太着急了，我操作都已经开始变形了。放心，我肯定让他吐出来。天哪！得守一下塔。真的，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我完全发这么多，你我跟你玩呢，大哥，我跟你玩呢。你是通报选手吧？你一个通报选手，你打不过虚杯。真的，他现在是踩在。哎呦，我真的那一波着急之后操作直接开始变形，但是问题不大，我还是能追。你能追你追吧，你追一个我看看啊，你看差了多少了。你要知道我光通报你们听了都多少次了，我可能会在虚位身上再跟他吗？不可能的呀，那应该从来没通报过的。50倍差一点，没办法。我能在他身上栽跟头吗？不可能啊！伤害对面很高，少两个。而且你想一下，姐，如果说我都打不过徐飞，那你觉得谁还能打得过呢？你们刚刚不是说徐飞玩的不好吗？你们现在怎么又说徐飞？你都打不过徐飞，这个话讲。我发现你好像是没听懂我说的。穿甲伤害高一点。我说的是，如果说我都打不过徐飞，那就没人能打得过他。别找借口了，好不好？别找借口了，好不好？现在麻烦你追一下人头。麻烦你追一下人头。不是要通报吗？这把怎么不通报呢？你真的我你他妈太让我你他妈太让我汗流浃背了！你倒是去追人头啊！我真的是，这不是在追着吗？别清线了，你在清线你怎么追人头啊？穿甲暴激流。你清这个中路线都带过去了，你怎么清人头呢？你怎么算得上呢？翻脚暴击。哎，这韩信我真的烦死了。你走，徐飞，我给你加速。我看你的操作啊！我现在我在看你的操作。我死。哎，这狐狸！这狐狸。没事吧？哎，别给他拿五杀！别给他拿五杀！狐狸啊！狐狸啊！狐狸，你没事吧？这狐狸呀！你不会。你不能往外走一点吗？
姐，我等塔底下，站在脖子上面。我等对面复活，然后我要拿头了。我们直接拿个五杀吧。我想拿五杀，我等对面复活吧。是蒙奇奇。哎呦，太烦了。蒙奇奇，你也去送人头啊！你不去送人头，你的男配怎么追啊？我们还想赢得更爽一点呢，你说是不是呀、啊，蒙奇奇、啊？是不是呀、啊，蒙奇奇？你干嘛？你赢自己就好了。你要去送人头呀，不然你的男配怎么追人头啊？我是在为你着想呀。关你什么事？我问你啊。你送的少了，我怕我家旭威拿不到太多人头啊。旭威才80个呢。我你怎么不说话了呀？不要搞得这么尴尬好不好、啊？给爷气笑了。给爷气笑了，坏坏，你能不能往上追一追？坏坏，坏坏，你能不能往上上一上？我求你了！再追，行吗？刚刚啊，我他妈拿那么多，我拿那么多元素跟你玩呢，你，我跟你在那玩啊！徐白中路有5个，徐白，我好大，帅，徐白，我输了，徐白，傻子吗？就顶着大招往前走。操啊！哎呀，我操，无语了。啊，还没这个大招，我真烦。没事，是被我们俩可惜，哥这牛逼了，没事，可惜了。还有下一波，没关系，再等他复活。我操你啊！坏坏，你能？你真的，你坏坏，我真的，我感觉我，你让我有点怀疑人生了，大哥，你他妈让我汗流浃背了，大哥。蒙奇奇，你的压力不够到位呀，你可是真稀罕他呀，是不是怕他退赛呀，是不是怕他退赛呀，然后你输的更多呀。徐贝真厉害，哎，我们徐贝最厉害了，只差16个咯，还行吧。你刚才不信我呢，刚才爸爸，你快点啊，刚刚我的问题嘛，你快点追，等对面这波复活，等对面这波复活，你快点追上来呀、啊！我他妈不要脸的吗？我让人这么说啊？我他妈脸往哪放啊？你往他的赛上放，毕竟他也他妈的脸往哪放？我问你啊，啊，他也欺负你，真的让我他被放了，他就放了，你带的是不是五杀？他吸收伤害了，我谢谢啊！他们大的好多都没了，是不是？你在干嘛呢？我问你啊啊！你能不能？你他妈能不能行了？你今天怎么回事？我想直接秒了，结果要喊一点动作都没有吗？甩一下！你一个人能再追不回来了吗？他马上就满了。脱下！他马上就满了，你在干什么呢？哎呦，差一点点啊！操，可惜了，是我刚刚。我刚刚要E的同时，韩冰给了我个大，我僵直了，哎呦，很烦，我僵直走不了位，直接吃了一个大的E伤害罐子了，好恶心啊！我还没有近况，有近况刚刚解一下，那边五个人也死了，跟区位就没什么关系了，啊、真的还行，这一波也拿4个，他一个没拿，而且我这个我没有鞋子，移速有点太慢了，有的时候追不到人。还有一个大步流星，没鞋子都可以，但是我不行，就很难受。但是我要是出了鞋子的话，我就伤害又不够，站住不了。他有个反脚，打他掉血啊！真给我恶心坏了。哎，他们马上活了，这波那个什么？你什么？你怎么不买鞋呀？不是，我买鞋伤害就不够了呀。不是，那你。真是你在干嘛呢？干嘛呢？出鞋子，出了鞋子，伤害肯定是不够的。来了，啊！哦，你还要虐啊？你以为对面现在装备没起来啊？啊！他的话要被蛤蟆杀了，你打不过。你不会啊？这蛤蟆！哎呦妈！哎呦妈！你不会以为你现在还很烦？哎呦我操！去了个大爷！机会不就又来了吗，姐？我这蛤蟆好肉啊！你还以为你肥啊？400护甲，机会来了的吗？啊，插个眼。徐贝丢十二个头了，徐贝这一波阴他们一波，一个大招接四下，然后把他蛤蟆做掉。你给我解释一下来，你跟我解释一下，徐贝怎么了？从你手上拿走这么多人头，你他妈是坏货吗？你是不是坏人？你是坏人啊！哎我操！
哎我操 Pentakill 有病啊是吧必须的、啊、我操你在干嘛你不是你让我损失这么寸我操你怎么这么蠢啊、哦、我操两个五杀翻三个三个不是这他妈的卡姆为什么三个但是你给我解释一下 拿了一个来你给我解释一下啊没事我他们算他们的我们算我们的那我不知道反正姐你算呗太着急了我导致具体你们老板怎么比我也不太清楚哎我虐犬去了早知道他要选这么一个 B 英雄那我肯定不玩山地拉的呀嗯那你玩什么呀我先把你三十差到六十的时候完了你现在从五十差到九十你在干啥你真是那个被通报的选手吗你是不是让人代打了、啊、这 B 英雄我操我真你是不是换人了你穿这英雄想出来不给你在干嘛五杀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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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出来。还有一个没复活，推了吧，行吗？点了吧，点了吧。不给出来。别呀，差一点点。你这个女枪别推，别推，别推，别推。我能追回来。点了吧。刮痧。点了吧。点什么呀？我能追回来，我能追回来。不点。你还能拿几个？你还能拿五十个吗？你还差多少？你自己看。你自己看。啊！你怎么跟我保证的？我在你身上换了，我下了多大的代价？你怎么跟我说的？你现在你让我连王二哥打不动了，他也打不动了，他狂妄现在没有成熟。哎，徐贝啊，我们现在领先43个头，然后还有三个。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啊！你不要再查了，你不要再数了。不是我数怎么啦？你上把不是一直在跟我说徐贝怎么烦啊？烦不烦？我天！没事哦，他会追回来的。哎，这塔姆在前面也不出来。让他推线啊，让他推线啊，不然等会没了。不是线守不住了？你现在这线守不住了，啊、一波了。哎呦！最后一个，我操！活生生被他 K 了。五杀！我操！一百个有他。牛逼啊！没五杀，三杀姐。我的妈！没事，无所谓啊，一百个头了，我怎么杀啊？这一波是没有五杀的，这一波没有，这一波没有五杀。五杀无所谓啊，关键一百个头了。你看看来，你看，不是我那个伤害直接全部都打满了，打满了，抢不过吧？我这英雄选的好吧？姐，我就知道他，我要跟他开大抢。真他妈恶心！开他谁能抢到头？哎呦我去！你再给我解释解释吧，我看你能怎么解释。你解释吧。OK。不是你就我一个 EQ 全残了。我三个五杀，他一个 Q 全给我 K 了。啊，我真绷不住了，搞我心态啊！自己打不过，你怎么说人家徐贝刚的心态呢？是不是吧？你真看，你再推这个兵线，对兵线把那个水晶推了，你就没法追了，没机会了。对呀、啊，你还你他妈上一把拿一个绝活，说你能拿到一百个，你这话你好漂亮，漂亮漂亮。对面现在你他妈这话是替徐贝说的吗？我问你啊，上马对面直接点了呀，想跑？那这把呢？跑不了，这把点了吧，算了。哎呦，坏了。点什么呀？别着急呀、啊！回来！来！哎，好男枪，好男枪，男枪好兄弟。啊，我真的服了，我操！我真蒙奇奇，男枪怎么还替我们家续杯扛伤害呀、啊？蒙奇奇，神志不清了，太厉害了吧？已经神志不清了，他已经被续杯打晕了，技术太厉害了。别急。谢谢我这波复活双双都在笑容不会消失只会转移转移到我的脸上来换哦对哦你们上把不是说笑容不会消失了哥只会转移吗错了哥转移到谁上了呢换肯定转移到我还有机会别推还有机会拔杀来杀他妈垮干死他什么意思干死他没事我等会杀我等会杀全是细节我等对面复活等下守兵线全是细节，好太细节了，我操！回家。
徐贝太厉害了，这要大你满五个了，徐贝。对面活了，对面活了，他回家了，我去杀，我去杀。啊，对面还有30多秒呢，现在就活了两个，你最多拿两个图，那就送你两个图呗。徐贝，我们走慢点，送他两个头。我送不了，送不了，送不了。怎么办呀，坏坏？我们徐贝说不肯送你人头。那肯定不能送了，坏了。肯定不能送人头了。你在干嘛？Okay, 你快点吧！我在杀呀，我在杀呀！别让我赢太多！哦，别让我赢太多！啊啊！不要让你赢太多吗？神志不清了！完了，他气，他真的神志不清了，他真的是……哈哈哈哈哈哈！呀，抢不过！哎呦，他妈恶心啊！他抢不过我这英雄！大爷的，你别让我输太多，行吗？别让我赢太多，我气死了，真的，我生气死了。哎呀，啊不是，你说错了吧？应该是说别让你赢太多。你刚刚不是说了别让你赢太多吗？对对对，别，你这让我早点死了，你能把我早气死。别气啊，蒙奇奇刚刚不是很知道吗？真的。好，不要血。你操作就是有问题的呀，我就发现。不是，你看，哎，这汤姆他妈是真的肉，又他妈给我吞了，我操了！哎，走，姐，赶紧走，我走了，让他守线。哎，我机会又来了，好恶心啊！我机会又来了，插个眼。不会吧，蒙奇奇，你不会是想结束了吧？你家坏坏输了能追回来的，你让他再追一追嘛，你别推他。哎呀，这汤姆太肉了，汤姆都打不动了。汤姆真的是。我没什么装备能打得动他、哦、我再等你一分钟，对，小小的剧情、哦、那么结束、啊、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一局就能拿到100个人头的，我他妈打了这么多局人头局了啊。坏坏，你是什么很菜的选手吗？坏坏，哎呦我操，你打不动他，他妈我都感觉我现在有点不对劲了，太恶心了。这两个我打不过，坏了，只能烦恼。坏坏，哎，不是，我他妈打了这么多次，只能被迫双杀了。幺幺幺，这汤姆他喵的，每次都给我吞进去，他妈他也不吞徐飞，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没吞我，猛吞我，还没吞我，他一直在都吞我好几回了，还没吞我。你选择性眼瞎，这个加上他有一个 W 星，跑得太快了。我 W 能加速，你不知道？你看我又被推了，你看看，还说没推我。就是啊！哦，徐飞真厉害，112个头喽，还有3个50。我他妈还追不上他。吸血，继续吸。你在干嘛？啊？坏坏，不是我移速太慢了，我375的移速，他妈他400多的移速。你不买鞋，你能移速吗？我怎么能买鞋啊？你光脚的能跑不穿鞋的吗？我也没买鞋、啊。我不买鞋都打不动这个塔姆，我买了鞋更打不动了，我不能买鞋。我买了鞋，没事，我买了鞋，谢谢，我买了鞋，我替他买鞋了，谢谢。110，谢谢我替他买鞋了。你他妈是什么很菜的选手吗？我问你啊。啊！我打这么多次啊，坏坏，这个虚杯，他能在你手上拿到100个人头，你他妈是不是打假赛的呀？啊！你是不是不想晋级了？34进30，你是不是不想玩了？你是不想进了吧？我可能是在故意送吧，没装，哎，没优势了，姐，他这英雄现在没什么优势了。嗯，还是我们强，你这个英雄真的是，你知道吗？像什么吗？就是那种。天神降法，我真的是拯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你懂吗？不懂啊，真恶心，太厉害了，真恶心。这边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你为什么你上马是不是就拿出你已经拿出你的全部实力了？你这玩意儿你跟我玩呢是吧？啊，家没了。啊！我真为了这个英雄玩我呢，老，再拿点头。你都这么送，哎呦我去！哎呀，算了，琪琪，他没再送，你别再压力他了。对面一个，你管好自己好了。
管好你自己的男朋友啊。我在他不听我管呀，他不需要我管他呀，他管我就好了呀。他这么厉害，我管他干什么？啊，真恶心，真的我恶心吐了。啊啊！但我用你们对待我方式对待你吗？芳芳，你还能追吗？你真的，你还能不能追回来了？可以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问你的操作真的就是有问题的。我太着急了，我现在。真有点太急了，好肥啊，好恐怖。嗯，他开了一个头。不是，你就说，你就说姐，你就说他这种东西，每次一上，我操，好多兵线啊！每次都是，每次都是我上去了，我直接一套打出去，都不用一套，我每次都打完之后。一打丝儿血，他过来给一个 Q， 然后他那个 Q 他妈的第一个人就算杀不了，哎，我操！尽力了，那你们觉得尽力打不动了啊？敢不敢跟我打赌啊？啊，又你先拿了，我凭什么要跟你打？我不想跟你打赌。敢不敢跟我打赌？我打个200通报给你看一看，好吧？你是不敢跟我打赌是吧？我给你打200个通报给你看一下不就行了吗？我还差43个，你呢？你还差几个？我没数，我也不知道。没有。哦，我帮他数一下吧，实在不行。我先给你打出来这200个通报，让你听一听。这就是我的自信，你甚至于连赌都不敢跟我打。那个，那个姐，你这把玩的什么呀？学姐。我玩的猫咪，你玩的什么？那姐，你跟着他干嘛？你别跟着他，他玩的老鼠，我玩的近，中单近，我玩的中单。啊，他玩的老鼠啊？对对对，他玩的老……那我跟我姐走下路，你走开。你的老板都不信你了。那你走开，你走开。你的老板都不信你了。你走开。啊、我姐，咱俩走下，咱俩走下。好，咱俩下对面。啊。对。咱俩包下。还好你给我说了一下，不然我认错人了。我没事。有我在，好，真是一把的轻敌，师傅让你属实给你打出自信了呀。嗯，你又轻敌了。嗯，你这把别轻敌了。放心吧。姐，别，现在别送了，咱俩走下路，咱就别送了，我得对对线。好。对。好。没事，我技能放挺好的。一会儿那个什么，一会儿你六级的时候，然后可以直接来中路，帮我放一个大招。你看我这盾给的好吗？加了一波血呀。行。你能过赢麦就行。这亚索死了，这亚索必死。这里有个小破，我给你点个对盾。没关系，我有盾，我好伤啊！啊，没关系，没办法了。哎呀，不亏。哎呀，我第一件装备，我等一下我把那个辅助装买了，我刚刚没有买辅助珠。没事，无所谓。不，我得让你打起来舒服一些，然后这把我们直接拿通报好吧？200通报，我们的。100的打完了，你玩过？不可能，200通报。你玩的谁呀、啊，欢欢？我玩的老鼠，中单老鼠，已经拿了一个头了。都已到位。我不像某些人，得有人帮忙，他才能拿人头啊。没人帮忙拿不了。你是小丑吧？我们打的是下路，我们这一波2-3，反杀了一个。啊，对。小丑呀，你挺有意思呀。这边找不到话题了，你没讲哦。我觉得你这一把就没必要出狂妄了，因为你开局自带了一把，是不是？自带一件装备，真是给你打出自信来了呀！啊，不是，我想牛逼是不？是不？你直接就是，真是我觉得给你打出自信了。怪不得厉害呢，自带一件装备，确实厉害。那
开局就牛逼哦，开局就大几千块钱比我们多，真是让你打出自信了呀。姐去插个眼，咱得小心一下。行对面的打野。对。OK。哎呀，这比赛不会花花进不去了不？这就是被小坑，给他一波子，好走。没事，你能不能我有闪、那个？我给你 A 一下，我给你 A 一下。我会玩啊，姐，你这猫咪玩的可以。咱们快一点，咱们直接就领先，好不好？咱们能不能直接就领先？这可34-30，你，哎呀，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只有眼你速度要快一点，速把拿头的速度提上来呀、啊！我肯定速度，肯定速度，放心。我主打不溜速。你不提速度的话，咱们就再那么拖的话，你根本拿不过他呀。我配合你。你不也说了吗？他高手很多吗？啊、你倒是给我点态度看呢！你不能让我打水漂吧 okay, 你、啊？然后在这干嘛呀？你不会的，相信我。这俩人不太敢跟我们打架呀。是的，哎，那姐别送，现在目前送不了。没事，我还没起来。哎呀，我勾引他们一下啊！我好勾引，没事。没事，没关系。哎呀，主要是这个东西他给了我一个那，有点送塔了，我操！提上来啊！对，我再提。啊，没子弹。啊，可以，我来了。啊，我差一点点。没事。我去收个人头。哎，我兵线打你，你痛不？哎，我兵线打你，你痛不？我有兵线，家人。哦，完了。哎，没事。哎，走开啊！哎，怎么伤我的兵线啊？这边怎么还张线啊？啊！我没道歉啊！你死了呀！我是挂推了呀！哇，他好恶心啊，叔贝啊！不讲武德了，嗯。真的不讲武德了，打不开什么意思呗？我正常的一个推线啊，有什么问题吗？没事，姐，给他。就现在玩不过，开始玩阴的了呗，牛逼啊！不是谁玩阴的了呀？我就是正常的一个推线啊。好，玩没玩阴的？卡不住啊。那波线你们也卡不住啊！我凭什么卡不住啊？我还有半关系，我凭什么卡不住啊？要你来恶心人，都服了。你不是别、啊、那个，哎呀，天，你已经马上又来了人头。你已经让我说了很多了，我希望这把你能我知道，人头又来了。你上把已经让我输了162个了，你这把你至少说你不能让我输钱，要把你赢回来吧。我要让他双倍以上的吐回来。哇、哦，太厉害了！那我希望你快点吧。我现在对你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好吧？哎、对吧？我对你还不够仁至义尽。闪现的吗？我还怎么样？吃个塔皮，这波比这闪现高啊！我帮你一起 A， 浅吃一波塔皮，行吗？你快一点。对，我再尽快。你看啊，我各种提速啊。你各种提速，你得快点拿人头啊！你不能让我再这样干瞅着，我上面输了162个，大哥。不是人头、啊、我总不能出一个一件装备都没有就冲到对面泉水去杀他吧。我只是督促你一下，我让你现在我知道我再找机会，只要有机会我肯定会去杀的。太怂了，太怂了，对，怂完了，都打都不打的，一点机会不给我。对面不打，你自己快一点，你操作上面你不要像上百一样，你操作总出现一些问题啊。你自己想一想，一共现在咱们打了3把的比赛，你 okay, 两局你一共拿了多少人头？他就直接跳走了，我的发呀！你掂量一下，你现在你自己晋级都成问题，你自己晋级都成问题。你阿索死了，小炮，我再提速，你看吧。你如果不着急一些的话，你晋级都有问题吧？你还怎么晋级？